我是刚来列车站的111年哦，善行车库，彰化的善行车库，111年1月11号。这边是云林彰化的场景，12:29，台湾哈马星铁道。哦 ，DRC 来了。这台，那到底什么车啊？我看一下。啊，那是台湾高铁啦，台湾高铁。只是那个样子好像是700匹，对吧？然后我一直搞混，然后我扯的。我的 DRC， 哇，真的好多。然后哦，对，还有新竹，这边是苗栗新竹。光华号吗？我看一下。没有，这个是哪一台啊？我看一下。ENU， 那是光华号吗？那其实我要看头，它侧边都蛮难认的。对啊，有复兴和获利。啊，彰化。如果喜欢朋友们，咱们多多给我们赞，五十个好评，真的好赞哦！只可惜大概一两年我就要赶快转，对啊。哦，蒸汽火车来了。蒸汽火车，看一下它是号码，发也其实也不太清楚。哦，分开了，真的人力控制好好玩哦。如果这边是如果是你家的话，你应该疯掉。哇，这手上有好几十万呢，费用应该都得到几百万有可能。啊，这边是阿里山嘉义，啊，北门，对，北门车站，北门，哦，北门应该在这边，哦，人来了，应该很酷哎。如果喜欢明哥们，咱们多多给我们打几关片。是高雄捷运，我开走了，拜拜，高雄捷运。哇，这边有一台快速列车通，高铁，那就是高铁那个。哦，这就哦，高雄地冠式建筑，真的很酷啊！这边还有那个场景，台南，哦，台南是这个，台南这个，林铁，嘉义，我今天有去嘉义，如果喜欢那个盲装们，都是订不到装，我慢慢走过去。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这个哦，高雄也有。哦，蒸汽火车，这边比较主要是蒸汽火车，然后在卸东西。哦，好了，开动，启动。空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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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转车台，转车台动，在彰化没办法看到的转车秀，这边看得到，好酷。哦，他载到那个高雄港，那一次再见，拜拜。